聚会不无聊，开心大冒泡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弘毅，也是上官秋月。你看了自己演的《春花秋月》之后，第一观感是什么？就很甜。唯一的细节就是你自己去观察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永远是客观的，你要主观的去观察。做年轻人要有主见一点，对不对？剧中有没有哪句情话是你觉得最暖心的？哥哥是兵里长大的，但小春花是在哥哥手心里长大的。哎，好甜哦。你平常是一个很会说情话的人吗？我平常都不怎么说话，我一旦说起话就怼死人。我的外号叫李怼怼。那你在剧中要说那么多的情话，拍戏的时候会害羞吗？重新手变老司机，就刚开始红，后来就习惯了，后来一点事儿没有，说就说了，家常便饭。还记得最害羞的一场戏吗？每一场其实都挺害羞的。你想啊，你就是一个像我这个长得这么阳，这种就是英气的少年。是吧，阳刚阴气的少年，得让我演这种整天在那妹妹长妹妹短，小春花长小春花短，没事还得这个什么骚手弄姿一下，对吧？其实每场戏都挺